这个向阳村的河边的这个小山道，哎，走一走还挺有意思的啊，风景也不错，哎，因为在一个村子里嘛，有这么一个栈道，就相当不错了。哎呀，很好。嗯，那边有点背光，这儿看看。看看啊，这是晚餐，小河虾。那个金蛋不太好，金蛋。鸡蛋。在这儿呼没事儿。木须肉。55块钱，量少。